那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我的感受与你相同。彩排，然后也看到哥哥的影像，在那样子一个氛围之下。我心里头其实是有点忐忑的。缓一下，缓一下。你们选的那张照片，他真的就直直的就在看着我，就不行了，情绪就上来了。那我记得是大概是出了味道之后吧，他觉得哎很棒，然后等到他自己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星夜半歌声》，他就跟滚石的人说，他说有一首是男女对唱，那我想要找辛晓琪唱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广东话虽然有上一点点课可是不 OK 可是他就非常有耐心的而且他是在配唱室控制室里面就站在我旁边一字一句的教我很开心吧非常开心讲句广东话来听下好开心啊那你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是辛晓琪大家好我是辛晓琪